全军出击。啥也没改呀，这先来把牙锁。回首往昔，更进一步。为啥不玩猴子？这英雄观赏性多强啊！嗯，上单卡牌。玩呢，你不中风吗？一级跟我学个艺，要大艺我啊。中风，你没完了是吧？一小兵平 A， 平 A 戳一刀 ，A E， 中风 A E， 应该是死了我估计。呀，一滴血，我靠！哎呀，那个 Q 闪没 Q 闪到。这比较烦啊，一滴血，真就一滴血，都不带多的也不带少的，就正正好好一滴血，我操了，这太难受了呀，这而且我闪还没了。有点小亏呀、啊，哎，你去找这凯隐去，你能打过他吗？我来了，可以打，我兵线正好回推，可以打，一扣耳裂。这波没机会了，算了。呀，谢谢猴哥的猕猴桃，谢谢猕猴桃的大火箭。我还在寻找回家的路。你要干哈？一腔精神病似的。你 A 我塔不砸你吗？哎，我一下让他砸两下。你不知道干啥？中风！我要吃你塔皮了！不好意思，全部防上去了啊！回家出我们的皮鞋，我发现这也行啊，我全部防上去了啊，谢谢猕猴桃的大火箭啊，再次感谢一下猕猴桃。
硬封，你要跟我硬怼那肯定是不行。嘿嘿，哎，戳一下还追呀，戳两下，一过来一回去接中风，接大招点炎 A 一走，接个戳还追，这个还追我是没想到的啊，小伙子中风我你都敢追，中风戳一刀，有没有跳弹？可以，回家了。1300，差点钱呢。哎，就是凯隐刚才身上红，没给到我们。这波有闪现，可以再杀他一次。一过来，戳一刀 ，A 一小兵平 A， 一 Q 二连平 A。行嘞，不用你搁这走位，我都不带吹的。正好差点钱把他杀了。上路线这么长，那卡牌本来玩中单，他打亚索他就不好打。哎，一 Q 二连，一回来接大招，平 A 接戳，接 A 接 A 一刀走，潇洒。别的不说，咱就是潇洒。潇不潇洒，你说了算。中风，面对疾风吧，回家吧。3400，2800，回不回家？我们啊，迂回到这个草丛里边，知道吧？这他是看不见的，稍微等一下。等个6秒钟就大了，哎，好，可以上。他不放牌，还不放牌，小伙子啊，可怕。不放牌那肯定是不行，虽然我们空了一个扣，略有瑕疵吧。把这蛤蟆给他收了，好了，回家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就一 Q 闪啊，这不是很好操作的东西吗？一 Q 闪不是随便便就可以来的吗？兄弟，这不随便来吗？
卡牌开个大怎么回事？不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一 Q 闪吗？阿卡丽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中风吗？啊？回上路收兵吧，把这峡谷打了，反正你也没事干。我们帮他一下，然后还能给我们攒一层欢心啊，然后我们去上路收兵呢。2800，三狼有没有？烧一只。2800差900，可以啊。为什么出羊刀？因为狠呢、啊、你别问为什么，你就知道狠。全都挡住就行了，你就这么出肯定没毛病，你就出就完事了，别问为什么。他这波其实应该杀这个女权，没杀了不应该。有点疼啊，薛微是有点疼啊、哦、薛微2800，我们活了应该够了，不行啊，这高地没拆掉，哎呀把高地拆了好了，拆完再死也行，没有小兵我们秀不起来你知道吗。我倒不是说装杯，我这能叫装杯吗？我这就是死了，那我怎么整？你说，那我不跑了吗？第一时间，怎么能是装杯呢？跑不是没跑了吗？给个红来，兄弟，我的好兄弟。你给我这个红，我肯定不吃你的鸡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不给我这红，你的鸡儿指定是被我吃了。你要是给我红，我就吃他的鸡儿。这里头不知道有没有眼儿啊？人咋这么多呢？这
这人确实是有点多呀，我这一看呢，中风。还好来了点小兵，这亚索这英雄没有小兵是真是不太行，展现不出来他真正的实力，你知道吧？这一有小兵了，这就不一样了，我就可以来回穿，调整一下我的走位。如果没有了小兵，我们为何不玩个蛮子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不比亚索能砍呢？下把来瞒着，瞒着也太弱了，瞒着。我全部给他防出去了。瞒着差点意思。关键他对线太弱了。你无论是新出的那些英雄还是怎么回事的，那全都比瞒着厉害。我觉得瞒着应该加强加强了，要下版本加强。下版本瞒着加强了。都打个红的，再打个鸡。反正这也没人杀。小姐姐，你们少在家点不了，今天换一天，我们择日再说。打个三郎，把中塔给他们推了，这也没有人儿啊，这人儿都哪去了？我都没想大他，其实一开始，后来我想了一下啊，要不还是大一下得了。不大吧，感觉又有点不得劲儿。反正我们大招吸的也快。算了，这家伙你是真有点骚啊，我这一看呢，死呀，这个风没吹到勾女枪啊，往回来呀，往回勾啊，往回勾，我直接把他杀了。他以为我有风墙，其实我没有风墙。算了，既然我们推不下来，回去吧。1500银血剑了，我得来个水银四袋了，我这一看呢。
中，可以。这个英雄好脆呀、啊！怎么样可以让他变得特别的幼呢？还有个兄弟问我能不能玩把阿卡丽，你能不能挑点那种人能玩的东西？你当我是职业选手啊？啥都能玩，兄弟。就这亚索，我跟你说，为了玩好这亚索，我都费尽我的心思。你这每天晚上我这学习这亚索，学习到五六点，早上九点还得来直播。你让这个打你，你走到我前面，没中，那算了，把这打了吧，吃几个死吧。那对面是不想让推我这一看的，来来来来，小龙，是时候跟他们秀一波了，来，小龙。要不小龙打了，这我一瞅这是要翻呢，这是想翻盘，给你们美，直接大龙，打大龙之前我先拿个红。不行啊，打不了啊，这波比他有点幼啊，卡牌死了。走，打大龙去。你有没有扫描啊？记住打大龙啊，不要站在大龙后边啊，有些人他老站在大龙后边，大龙后边有 AOE 白被打。还有你像打这种大龙，锤石先帮我们扛，我们攻击力就会多，锤石不帮我们扛，我们攻击力就减半。哎，这就是个小份海野，中风，好，跳弹救我一命，好兄弟，我们先撤。人属实是有点多，并不是我不救你啊，这确实是救不了。这怎么救？你说，这人太多了，这救不了。中推呀、啊，这大龙都打下来了，19-24了，你怎么让对面打的？先捡灯笼啊，中风。别急啊，这别急，他怎么就死了呢？我得去吸点血去啊！走，打个谢先。好，我血满了，来，
哎，这排银挺烦人的，抓不到。这不是有点打不过了吧？我这一看呢，嗯。团啊，打团战啊，这阿卡丽上哪追去啊？不扯犊子呢吗？卡牌不敢飞也没事儿。嗯，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这里头有人，五个人，给我吹飞了，兄弟！你们这几个不都得死啊？我这一看呢，啊，你跟我吸血，小伙子。中风，这没从墙里头出来，我往墙里都吹好了，这玩意儿能穿墙，踩下路吧。你往哪走？我封墙可都没用的啊！我跟你说，先吹女枪。我可以，这个小黄毛的大小炮是真能跑。拿下。